真的是险象环生哈、啊，而现在应该说已经小而找不到了，他还可以掌握。然后他的那个大款热爱户外运动，你看最近买的是背包，是为了方便骑行嘛。我来，然后顺便回了一下家里面，是吧？发现自己没有背包，就买一个背包了。好朴实的答案。你毕业了吗？现在怎么买什么嘛？那你那个经常出差啊？很少。很少出差，然后你也只是谈过一次恋爱而已。是的。而且你也是客家人啊。是的。然后你的那个恋爱的 disc。Bluetooth, phone book, delete all, download, resource, Bluetooth music. Stop.
Okay.